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不过我恢复记忆之后一直都很奇怪，七年前我和葵一起参与的那场实验究竟是什么？是吗？那场实验的目的是确认时间跳跃是否能超越生死吧？这么一想，那奇怪的盒子和按钮，还有无解的问题，都能解释通了。说起来，我那时喝下没见过的药，确实闻到了奇怪的味道，失去了意识。是吗？那药就是……没错，虽然父亲也没有告诉我详情，那时首先应该是葵去世，你为了救他而回到过去，然后回到过去的你去世，葵为了救你也会回到过去。就这样，两个人都学会打开盒子的方法，超越其中一方死亡的命运，一起活下来。这就是实验内容。所以那时你的确应该喝下了药，就是这样，为了不让你后悔，我想在处理药之前告诉你一声，就这些。稍等一下，不能等，我还什么都没说。不用听也知道，你会说想回到七年前吧？这，是的。不行，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。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不用问也知道。好吧，我还是会对你说明，理由很简单，虽然你回去了也只会死。可是你刚才才说如果实验按照计划进行，我们两个都能活下来。这只是当初的计划罢了，按照原定计划，你应该在葵死去之后立刻被送回过去才对。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，时间过了七年，这是因为实验在一半就被我父亲阻止了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回到七年前牺牲了自己救了葵，我也还是会在这个时候赶来终止实验。你会死，葵会一无所知的活下来。你们两个要是想一起活下去，需要在你回到过去之后，葵也回到过去。可是很遗憾，葵绝对不会回到过去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断言？说不定……我说，村人，葵活下来之后，在七年后，和你一样回到小镇，和你一样参与了我的时间跳跃实验，和你一样说服了石大部长和菊水，和你一样在这里和我交谈。你真的认为这种事情可能有可能发生吗？还是说，村人，你觉得只要葵能活下来，自己无法获救也无所谓，你想这么说吗？所以我不太明白，等空梦村的回到七年前，还是有时间和你说话的吧？他在那时拜托你给了那个女生传个话，不就好了吗？菊水，这是行不通的。确实，那个女生有可能不会相信你的话，可是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葵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那是我自己。我非常清楚，七年前的那一天绝对不会帮助他们。我要是发现村人知道时间跳跃，首先一定会想要告诉父亲。我四年前也是这样的吧？菊水，当时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没有将时间跳跃的事情告诉你。你这么一说，的确是的。我和七年前的自己也判若两人。没错，而且七年前的那一天，村人在死前有机会见到的人就是我，也就是说，两个人一起得救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而且，葵得救的时间走上，我和菊水也不会这样和解。那样一来 ，LND 的治疗还是和这七年间一样不会有进展，医院也仍然会掩盖不正当行为。即使你回到了七年前，除了能救回葵，不会有任何别的好事。这样啊，明白了吗，村人？你怎么想？你已经明白了这一切，却还是想回到七年前吗？
即使你死了，也没人会夸奖你，不，没人会为你而高兴。我，那个，我也不明白。是吗？明白了。既然你想不明白，那我现在就回到诊所，将一切都处理掉，让你能够放开，哦，让你能够放弃。这样就都结束了，可以吗？等一下，不要急着下结论嘛。一木，等他一下也无妨，自己还没想明白，直接往前走，也只会留下更严重的后悔。这一点你我都再清楚不过了。明白了，我会等到春的你得出结论，不过我不能等太久哦。我在诊所等你。你好好想明白吧。嗯。我还要留在这里待一阵子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一会见。神奈，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？啊，只是我会死而已吗？可是这样一来，回就能活下来。回家吗？还是直接到诊所啊？我还可以到这吗？不行啊 ，OK。直接回家吗？这个真的是很难下决定诶。如果我们回去，就会，回去救葵，就是变自己会死。那我不回去救葵，就这样子，知道真相又。活下去岂不是很痛苦吗？嗨，我在等你呢。路，怎么了？喂，是你约我下午见面的吧？啊，对哦。怎么看你好像不记得找我什么事啊？哈哈，没事，那就算了。今天去趟，平时下午都在犯困，今天却很精神。你没事的话，我就回到他那里去咯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陪他多久。去了病一定能治好的。嗯，希望如此。不是，这不是安慰你，是说真的。虽然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可 LND 一定会被治好。春人一定会被治好。是吗？是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要是我回到过去，现在的状态也会不复存在。LND 永远都会是不治之症。春楠，啊，笑，刚才录他。哦，我刚才在那边见过他。我是谁来向你道谢和传话的。道谢？对，道谢。多亏了你，我才知道了顺暖花的想法，所以谢谢你。不用谢。还有顺暖花让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他说谢谢春人，顺暖花也是这么说的。哈哈，是啊，有点奇怪吧。哈哈，确实，但是你们和好了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啊，这个吗？你们还没和好？不，没那种事，只是我们的意见有些分歧。分歧？嗯，真奇怪呀，我明明想着只要为了重要的人，自己受伤也无所谓。可发现重要的人也抱有这种想法，我却希望他不要这么想。
很奇怪吧？不奇怪啊，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你也是吗？嗯，是吗？嗯，也是，谢谢。那我回睡奶花那里去咯，下次再见。嗯，下次再见。嗯，也是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这很简单，可这是不对的，不能只是想着我想怎么做，我得做我该做的事。嗯，就这么和樱木医生说吧。说什么呢？诶，怎么这么快啊？菊水院长，来，走这边。你决定好了吗？春人，医生，我决定了，请将一切处理掉。明白了。空木春人，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？嗯，我发现这才是正确的选择，所以没问题的，是吗？好，既然这么定了，就快点开始吧。樱木，能烧的东西都拿到医院烧掉吧。是啊，这样比较放心。不过这个大家伙怎么办啊？哦，这只是个密封机器，和时间跳跃没有直接关系。啊，怎么是这样啊？对了，樱木，在烧掉之前给我也修修那种药嘛。绝对不行。什么嘛，又无所谓，啰嗦。哈哈。那个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嗯，再见。他们两个好开心，走出了一个人。这下真的都结束了。再见。鬼。什么嘛，你明明都说了。不，我没说。你说了。约束。约好了。医生，我还想到什么，我刚刚说的都不算数，所以请送我回到七年前。哎，拜托您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医生，不，春人，你刚刚自己不是才说过，明白了哪个才是正确的选择吗？怎么现在又却？确实，在他人看来，我可能选错了，就这样忘记一切，可能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可是我必须要守住。守住什么？守住约定，我们约好了，我和可约好了，还要再次见面。绝对还要再次见面。虽然只是这样，你就……医生，我不是想要牺牲自己，也不认为 LND 的疗法就这样不会被发现。快会回来的，一定会。不，绝对会，就像我所说的那样。我和你说过，这是不可能的吧？快回到这个小镇，说服石岛部长和菊水协助我的研究，这次回到过去，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两次。我相信葵。你说相信？空村人，你嘴上说相信是很简单的，可无论你有多么相信，葵都是另外一个人，他的想法和走过的人生都与你不同。葵也许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，上了中学喜欢上帅气的同班同学，上了高中经历一两次失恋，
过去的事情对他而言，可能只会成为令人怀念的回忆之一。即使如此，你也能断言他会回来吗？是啊，他一定会遇到喜欢的男生，将我忘得一干二净。可是他不会忘记约定，我们约好了，要在那个地方见面。我和他两个人约好了，不会忘记。好，明白了，我相信你们。诶，菊水，姨母，对他说什么都没有用，那你也不要怀疑了。你也想下定决心，爽快点送他离开吧。反正我们也无法拒绝他。葵的病，还有他们被卷进的实验，全都是我们的父辈所做的错，对吧？这是没错，你就相信他吧。你比我和他认识的更久吧。春人，我很了解你，也很了解葵，所以说实话，我不觉得这么做会成功。可是，我的了解比起你和葵之间的牵绊，估计还不到几百分之一，几千分之一吧。所以春人，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，我也会相信。医生，谢谢您，也谢谢菊水院长。我只是为神奈的事报答你而已。那么，春人，这就是最后的时间跳跃了。章节39，那一天的约定。我觉得有一点澎湃的感觉，心中有点澎湃。因为我听说40章就是最后一章了，现在好紧张哦。他们到底是不是能见面之后能顺利的活下来呢？好希望他们能顺利的见面，因为毕竟已经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以及真人的这么的努力，我相信最后一章，他们应该是能够重逢的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接下来的剧情吧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原来是这么搞的吗？这样可以呼吸吗？可以啦。院长好好奇哦。春能即将开始的是与之前不同的长时间时间跳跃，你需要在这里等一下，过一会儿你就会产生睡意了。明白了，要等好久啊，不会要等上一整天吧？不要紧，今天之内就能结束。那也很久了。哈哈，对了，菊水院长之前说过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哦，之前我说过的吧，沈奈的生日是4月12日，我是3月19，所以3月31正好在中间，所以今天，喂，感觉好丢人啊！哈哈，哎，是这样啊，菊水院长的生日和我离得很近吗？等一下哦，葵，我过一会儿就回来。对了，现在还没到休息的时候，得按照医生说的去做。我来讲一讲过去的事，这样讲可以吗？那一天，我帮助了掉到井里的朋友，我很担心他是否平安，不过他看起来没事。
我问他为什么要一直看着井底，他说，哦，刚刚的是回最后的，哦，是的，诶，过了多久？嗯，才刚刚几分钟哦。好，之后就和之前一样了，只要按下按钮，春冷就能回到过去，可以吗？嗯，拜托您了。嗯，那就祈祷着春冷的成功。不，应该祈祷葵的努力吗？葵确实有可能和春冷做一样的事。不，他一定会这么做的。现在也只能相信了。春冷，谢谢你，保重啊，替我向七年前的我问好。说实话，枯木春冷，我认为那个叫葵的女生像你一样回到七年前的可能性很低。理由还用说吗？两个不同的人在七年之内采取一样的行动，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的。不过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相信你们做得到。连我没做的份也一起，而且看着你为喜欢的女生赌上性命也不是一件坏事。就这样，再见了，谢谢你告诉我神奈的事。好，那么我要按下开关了，春冷。这是世界上第一次，人类史上第一次，超越月的阴晴圆缺的时间跳跃。你是在开玩笑吗？因为医生，你在最后的时候还要再开玩笑吗？哇，真的回到这个时候了。哦，没事可做了。喂，春楠，你在听吗？嘿嘿，没在听呢。哎，你会成长为怎样的男生呢？个子长高，胸也变大，到时候你果然会忘记我的吧。好不甘心，我明明没有忘记你呀。春冷，我就在这里，一直一直都在这里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所以春冷，你要回来哦，你一定会做出和我一样的事，我相信你。替我向父母问好，要是进展顺利，对春人来说就是七年后了。嗯，再见春人，我在七年后等着你。结束了，所以等于说葵他其实就已经回去了，一直在等着春了。然后我想哭。这样还没有后续欸，因为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葵他确实真的有一直在回到过去做这件事，一直在等待春冷也可以回去。那看来春冷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，因为他们之后有可能会再一次的见面了。
应该有后续剧情吧。现在我刚刚这里也好难过。果然果然果然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他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解锁成功。直接出去吗？好久不见啊！我在说什么呢？不是的，我是说，嘿嘿，好久不见了，春暖。哦 ，ending 了，果然真的。感谢你的游玩，很好玩，让我快要哭了。你啊，让我平复一下心情。我真的太感动了，因为他们确实，葵他一直会回到过去之后，一直等待，一直等待着春的那回来。哦，终于他们终于见面了。说这个游戏它真的因为我前面也都有讲过我的感想了啦，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再讲一次好像没什么意思，因为我是觉得说它的故事的起伏都非常非常的大，是让人家觉得说那个它好像在喜山温暖一样。之后那它现在这边呢，它好像应该是续集，就是类似他们的每个角色的故事。那我这边他是还没准备好，可是好像可以看到一些东西。他说对不起，本功能将在近日公开。就他哦有，他这边可能会做智慧的故事，以及笑的故事，还有鹿的故事。哦，好像还蛮多章节，有2、4、6、7，看来有7个章节。那也是相当期待他能赶快把最后的故事给制作出来。好啦，那这款游戏呢，真的很高兴能顺利的把它结束了。之后他的故事剧情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。那欢迎大家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下载来试试看。自己来感受这个故事的气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